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良玉，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空中圣经学院。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是在林后的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软弱与荣耀。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描述真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啊。我们是瓦器，那个小小的油灯有什么亮光呢？但是福音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出莫大的能力与荣光，因为那是宝贝，神的荣光在瓦器的里面。保罗已知面对各样的难处，就好像在四章的第八、第九节，那看上去好像矛盾的，看上去好像不能同时存在的那样的光景，四面都受敌了，你说还有什么办法？保罗可能抬头要望天，因为上面还有一片天呢。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心里作难不失望啊，这个很难是吗？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好特别，真有恩典。这个属灵的意义也蛮深的。在今天的第四章的第十节，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回头来讲第八第九节的经历，他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耶稣的死和生来反映苦难的问题。从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保罗一直是不断的在他的经历当中，然后来活化实践出主所教导他的，他所领受的真理。那么保罗也这样的把与主同死同活的这个真理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特别在第四章以后，我们可以更清楚的逐步的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啊，我们呢常常讲很多的理论，但弟兄姐妹需要知道怎么样将理论实践在生活的里面。主日讲台不能是喊口号，要谦卑要刚强，好像喊口号。弟兄姐妹想知道的是，我要怎么样谦卑啊？我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该怎么样从软弱变刚强啊？你告诉我一条路好不好？所以主日信息当中，其实每一篇的信息都要带出路的，因为如果没有路，弟兄姐妹今天他来聚会，他听到了一篇很好的道，但是他走了，他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他也不知道他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呀。所以保罗就是不断的把神的道实践在他自己他的生活当中，他让你看见，不错，我很软弱，我软弱到甚至于有一个福音的门为我开，在一个极强的压力之下，他因为担心提多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何对待提多，如何面对他所警戒他们的，他不知道那个反应的时候，他甚至于他也离开了那个福音的工厂，他去到马其顿，然后去等候。这个你按常理来讲，你说是一个牧人，你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工厂啊？好像不是用这样的来指责。如果不是从一个牧养的角度，好，我们大概不太容易了解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那个前后的经文。那么保罗现在他在苦难当中，这个苦难基本上都是从外面来的。他心中的压力跟痛苦是被困住了，是被丢弃了，
但是他怎么说呢？在第四章的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然后在第十一节以后，他进一步的来讲论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十二节，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几节经文念起来，也很特别。那思想起来的时候蛮深奥。你发现保罗进一步在讲耶稣的死和生，这不只是保罗个人的体验，这也是在他的生活和他的侍奉当中与他人互动的经历。我们一开始就说保罗的侍奉观是为基督，为他人。在保罗书信当中呢，很少单单用耶稣这个名字，耶稣的死与耶稣的生，这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基督，他是真真实实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就好像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所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很清楚的，保罗用耶稣这个名字，然后再来谈到他在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当中所得着的恩典。而在第十二节呢，不仅是他个人的体验，也包括了在别人身上可以显示的出来。那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同生呢？它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呢，指的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如同是在罗马书第六章还有加拉太书里面说的，这是身份上的认同。在基督里的人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性别、国籍等等，也就是与主同死同生的第一层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了。那么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不义算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种归于，一种归于。那么这是第二个意义。与主同死同生的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效法，我们效法他，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在第十二节，我们从第十一节一直看到第十二节呢，好，我们就看到了有两个部分，主死我生，接下去我死你生，我死人生。好，主死我生，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成就了我的死，也就是我的老我，我的己与主同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呢，耶稣的死和他的生就成为我的死和我的生。好，也就是我们在耶稣的苦难和他的复活当中都有份。好，这也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意思放在一起来看。那么另外呢，比较难的，我死人生，这也就是那保罗的侍奉观了，为基督为他人。因着我的老我死了，我这重生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就可以叫人信服基督，我就借着在我生命当中活活的这个经历，然后传讲全备的福音，让对方可以信，他因着信他就活了。好，这是第三个这个意义。好，
因着我的老我死了，我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显出了基督徒的这个见证，也就是基督生命在我里面的彰显。那么别人看见我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别人看见我的见证，也羡慕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他就打开心门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了，他就活了。我死他生，主死我生，我死人生。这其实也可以印证哥林多后书在第一章我们一开始说的一章的3-11节，说受苦有益，因为我受苦受患难是得着主的安慰，得着主的拯救。不是停在这里，而是用我从主那里所得着的安慰能够使别人得安慰，使别人得拯救。所以主的工人，或者我们这些侍奉的人，我们要有这两种死的心智和经历，主死我生，我死他生，我死人生。我们要有这两种死的心智和经历。在基督里我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因着这个我死了，与主同活。而这个在主里的这个我的己死了，生命的那个美好的见证可以影响别人，让他也可以得着生命。当我们了解了与主同死同生的含义，就能够真正去面对苦难还有心理的压力，能够去体验耶稣的死和生，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属灵的生活。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进入两种人生，一种是给的人生。以前我们喜欢抓啊，多多益善啊，越多越好啊，抓在自己手上不放的。信了耶稣以后，要学习怎么给，效法基督，给的人生。另外呢，征战的人生，征战的人生，我们得以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撒旦恶者，他绝对不满意的，绝对不会容让我们的。我们进入了主的恩典的国度，我们也就开始了征战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怎么讲呢？信主之前，我爱讲什么讲什么，我爱做什么做什么，我方便得很。但是当信主之后呢，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不讨主喜悦的，我需要在主的恩典跟主的带领之下过讨他喜悦的生活。这不是什么诫命，我要去怕被主责备，怕被主管教，所以我就必须要做些什么。不是，到后面灵后我们会看到，在第5章我们会看到，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做方便的人的时候，别人受亏损，我也得不着好处，因为我的话太直接了，一下就伤人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顾后果，这结果不会好的。但当我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的时候，能够又容神又益人。我的己死了，我在主的恩典当中活了，我能够把宝贵的福音能够与人分享。回头再去看第8、第9节，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在第8、第9节的光景当中，保罗能够走出来，是因为与主同死同活，这样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功效。与主同死同活这些经历呢，不是自动的，它需要透过信心，需要透过盼望去体验，也不只是个人的经验，你必须与人互动，在生活跟侍奉当中，我们能够去产生与主同死同生，主死我生，我死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如果我们一直强调一致，
医治。好，那么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是受苦啊，这个为主受苦啊，可能就会被忽视。讲台信息里面少提受苦，多提医治。要怎么解释所谓苦难神学哈？其实它是变成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教会总是强调受苦啊，背十字架呀，但如果处理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产生悲情，好像我们永远是被打压的一方，以为这才是一个侍奉者应该有的形象，这是不好的。所以在保罗的苦难神学里，悲情是属于瓦器的，真正的救恩是复活。保罗他把这两面他都处理得很好，达到了平衡，那是真正的心灵医治。不需要特别的神医来为你做心灵医治。当我们把神学化成实际生活的体验，我们能够面对困难，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继续往前去，在主的信心以及复活的盼望当中走过来。所以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保罗用了诗篇116篇第十节的话，他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呢也说话。好，那在第十四节，保罗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好，十四节这个地方的这个耶稣复活，他用的是过去式。好，但是让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站在他面前，用的是未来式。好，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耶稣复活，这是过去的事实。我们与主同复活，我们一同站在他面前，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所讲的与主同死同活，和哥林多后书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苦难是必须的，但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很清楚知道，面对苦难重点要放在复活的盼望。到了第十五节，你发现和一章的第十一节也是相通的，特别是与一章的十一节的后半句是一样的。十五节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好，所以我们看到说，所有的一切的目的，我服侍的目的都是为着你们。我们希望有更多向神的感谢，有更多可以把荣耀归给神。那么第四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一段，有的学者认为说他离题了，好像是二章十四节以后保罗离题的这一段，但事实上我们很清楚知道保罗一点都没有离题，他反而是补足了这个受苦背十字架的这个真理。受苦背十字架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典型的经历。但是呢，借着与主同死同复活，借着向着复活主的信心和盼望，我们来回应这个经验，在服事上，在生活当中所遇见的苦难，其实就是经验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就会白受苦，或者我们就在悲情当中，我们走不出来，没有盼望，你怎么走出来？所以到第十六节跟十八节，十六、十七、十八这三节，我们看到顾念，我们看到盼望。保罗说，我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保罗说，我是盼望得着那永远的荣耀。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所以在四章十六节以后，这是整个身体复活的这个过程，对复活盼望的这个过程。好，那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再回头去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也会更多的了解。那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劳苦啊、叹息啊，那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也出现。保罗把这样的一个顾念、这样的一个盼望，他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可以面对牧会的压力还有痛苦，就是被人误解、被人论断之类的事。苦难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样式，当然有的时候也是撒旦的一个攻击，其中也含着私欲的引诱。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内心也会有不平，也会有苦毒，像这一些负面的情绪。保罗不断地在转化，不断地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在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也就是对复活的盼望。所以服侍主啊，不是过分强调悲情哈，我们好可怜哦，我们好辛苦哦，啊，我们在叹息啊，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受压啊，也许每一样都是真的，在服侍当中呢，常常也逃躲不了。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不是有福，你是有祸。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会体会，常常我们说啊，一个巴掌拍不响。有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甚至会经历到一个巴掌也会拍得啪啪响。那你要不要继续侍奉呢？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服侍之苦，我们就忘记了主的恩惠，我们也显不出那死而复活的样式。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与同样经历的一些还不认识主的人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异？因为我们的福音所带出来的就是复活的盼望。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六节，他就提到说不丧胆，四章一节不也这么说吗？服侍的时候不丧胆，面对苦难的时候不丧胆，这是你个人要经历到的。还有呢，讲到外体虽然毁坏，这个肉身啊虽然毁坏，这个里面呢却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好，不要误会这所谓的二元论，就是说外面的肉体是不重要的啊，里面才重要，内心才重要啊，不要误会是这样。有的翻译本呢把它翻作外面的人还有里面的人啊，这个更清楚一点。外面这个外体，外在的人是以瓦器来表示，而福音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就成就了我这里面的人。我们没有否定身体的功用，差别在于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身体会老迈，我们的外在会毁坏，但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你的属灵的状态跟你的年龄它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越来越更新，越来越经历主，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盼望。好，所以外体的这个毁坏还有里面的更新呢，都是用现在式的，表示说是不断在进行，一直在进行。我的外体一直在毁坏，我们会渐渐老去，但我里面的更新我可以一直不断的更新。保罗强调是一天心思一天，真好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我们外体的毁坏随着时间是必然的，但是里面的更新却不是必然的。你必须要有保罗所看见的那个盼望，让那个苦楚就变成了至战至轻，而那个荣耀却能够一直到永远。所以四章的十七到第十八节是保罗的心里也是他灵里的一个现状。苦难中的人总是觉得啊，自己的问题最重要，我们总是感觉到没有人了解我，好孤单。保罗也是在这个经历当中，
他也是在真实的苦难的里面，但是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他用永世的眼光，他看到复活的那一面，他就把现今的难处比作至暂至轻的苦楚。相传有一次，斯布真牧师去看他们教会的一个会友，这个会友在病危的里面，牧师就问这位弟兄，弟兄啊，你害怕吗？弟兄说，牧师啊，你30年来用神的真道喂养我，用神的干粮喂养我，我怎么会怕呢？弟兄姐妹，你听了会很感动吧？如果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回话，我们心中也会得安慰吧。感谢主，神的道就是这么样的有力量。我们暂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真道是何等的有力量。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可以一天心思一天。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